农历年前，台南警方攻坚打击黑帮，嫌犯对外经营酒庄、饮品店做掩护，实际上涉及不法，还怀疑旗下的成员黑吃黑，将人带走，扬言剁手指，甚至押走了另外一名成员的妻子，强逼出来面对。警方营救被害人，追出了背后不法，搜证、收网、逮回六个人。特勤小组全副武装，踹门攻坚。三步并两步往上冲，嫌犯坐在床上，似乎没想到警方找上门，一脸错愕。趴下，快！趴下，快！这边趴下。被这么一吼，吓得乖乖配合。警方收网，还绕了快半个台湾到台东逮另一名同伙。对方死命狂奔，但跑出远景，被大字形压在地上。一共六人被逮，表面上经营酒庄跟饮品店，实际上涉及不法，甚至怀疑成员私吞款项，将人押走，扬言剁手指，逼得被害人拿刀刺肚，混乱中逃跑才得以求救。黑吃黑疑云，还有第二名被害人妻子惨遭带走，逼他出来面对。组织犯罪条例、诈欺、毒品妨害自由等案移送台南地检署。警方接获两起妨害自由，营救被害人，锁定都是同一批人所为。经历大半年跟监搜证，农历年前一网打尽。记者黄富奇台南报道。